大部分的话呢，当然了，第一个也是有一定要学，第一个就函数嘛，我讲过，哪一个看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怎么样马上得到一个答案？那当然函数非常多了，那怎么样把它学好？当然要花时间去练习，那方法很多了，反正不过我觉得最有效的还是做动手做了，因为你没有做，说真的，你用看的，或者是说你在去看再多的也是有相关书籍，我跟你讲，你还是很难进步。最容易进步就是你做，然后把一个问题解决，想出来答案，我想你就马上会了啦。OK 哈，第二个的话就是像枢纽分析表，有没有？刚刚我们不是要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之前哦，比如像这个折线图好了，那我要怎么样可以画出图？你要画出图之前，你要先产生表。OK，那怎么产生这个表格呢？这个表格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很快就可以做出来。那你想说，老师，那枢纽分析表要怎么做出来呢？当然，要再往前推，就是你的原始资料里面必须要有哪个栏位。比如说，我要统计的是有关历年，所以哦，你关键是个年，对不对？那也就是你的资料里面必须有年这个栏位。如果没有年这个栏位呢，那怎么办？你把它产生就好了。那第二个问题说，那你要怎么画出那个区域的这个图？哦，那其实当然就是需要区这个栏位，如果没有区这个栏位，那你要想办法把它变出来。那第三个，哪一条路街道没有？那你就要把路街道这个栏位给变出来，这样就可以做枢纽分析。所以枢纽分析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那你就先把它产生吧。那我们回过头来哦，所以待会请各位先下载那个这个资料，OK 哈，然后这个资料的话呢，当然下载方法直接按这边也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先检视一下啦，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哦，它提供了还蛮多相关讯息，甚至底下如果你 CSV，它好像还可以让你变成其他的格式了哦，然后底下甚至还有那个留那个谁啊，那个联络人的电话，所以假如你实在是对于这个资料里面有问题的话。甚至你还可以打电话到那个什么，这个应该是，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有没有？比如说底下其实还可以留言呢啊，它分类应该是分在这个啦，就是生活安全及品质类然后底下还有一些备注啦然后甚至还有相关资料，所以如果你做完这个练习，你觉得意犹未尽，你甚至可以做这个相关的练习然后甚至底下你还可以什么？等于提问题哦。因为他说他想要研究那个犯罪热点，有没有哪些地方呢最容易招小偷？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啦。OK，那甚至他在这边有留言。那底下我觉得他这个承办人员其实还蛮热心的，甚至他还把电话留在这边。OK 哈，所以。假如说你们将来做一些练习的时候有问题，甚至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把问题提出来，然后看那个承办人员，能不能帮你一下忙？其实我理论上应该 OK，因为我觉得现在公务人员太就蛮服务态度蛮好的，我觉得啦 OK。遇到状况然后呢，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先把这个资料先下载，所以 Step 一先把这个 CSV 下载，下载之后把它解压，不用解压缩，直接下载之后打开。有没有直接？我是把它已经放在桌面上了，但是它是一个 CSV 档哦，所以我建议你打开之后，上面会有一个什么一个讯息说，你要不要另存新档啊？不然的话呢，你等一下做任何动作都会不见哦。OK 哈，那所以呢，你上面可以那看，不然就另存新档啊。我建议你直接干脆存成什么？存成启用区与活页簿好了，这样就一劳永逸。OK 哈，有没有？然后按储存，第一步先把它另存好了。OK 哈。那第二步的话呢，我们需要假设啦，第一个我是希望帮我统计出什么？统计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帮我产生这个历年。假设我需要一个叫历年窃盗的折线图，我要画这个那首先呢，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资料，这个资料里面有没有年的讯息？好像有一个时间相关的，但是呢，这个日期不等于年，因为年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日期的一部分，有没有？它日期是包含年跟月跟日，所以呢，如果你假设没有完全符合的话，那你可能要切割。那怎么切割呢？因为它的年是在哪里呢？年是在前三个字，所以这一题还蛮简单的。你首先你可以在第一栏的地方点一下，按右键插入一栏，然后这边给它一个栏位啊，也许叫年好了，比较简单的方法，年。然后在上面的话呢，把它输入年，
并且呢，把它的年的资料给放到那个年这个栏位就 OK。让你想到，因为它刚好它的资料哦，前三个字，所以前三个字如果假设你想到的话，应该用什么？用那个 left 有没有？你把那个 left 的前三个字，把它切过来，那就会得到年这个栏位了。OK，好，那得到这个栏位之后的话呢，再来我们就可以做那个枢纽分析了。等一下，我在电脑里面看到前三个字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可以了，在这边插入函数，然后你就用那个，不过你会发现哦。这个发生日期哦，它的格式并不是标准日期哦，它是一个数字哦。你会发现为什么知道数字？因为它我前面讲过吧，因为它靠右对齐，所以它是个数字。那你说老师，那数字我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取得前三个字？如果你用数字运算也是 OK 啦，比如让它除以多少？除以1万吧，个十百千万也可以得到103。但问题我觉得比较麻烦，比较直觉，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用那个文字。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用文字函数来处理的话哦，它得到的结果就会变成文字哦。所以前三个字有没有？它本来哈，它会是一个数字。那因为你用 left 之后的话，它会把它转换成文字，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它中间其实已经转换了。然后你前三个字就变成103的文字，好，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它会靠左对齐，有没有发现？哦，然后你再把它向下填满，其实 OK。那你说老师，那这一题哈，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转换成数字？其实看起来好像不用，因为我们将来只是，如果当然你要保险一点啦，你可以在外面加一个 value，或者是说你假设你不用那个什么。把它当文字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数字。那怎么样取得前三个字哦？你可以把它除以1万，把它当数字来记。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了。OK 哈，那目前以这一题来看哦，其实用文字跟用数字其实都可以，所以呢，我们就不特别去转换了。OK 好，那第一个用 left 吧哦。那第二个，我如果要做一个折线图，如果我今天希望哦，把它做出结果类似长这样，然后呢？这一个枢纽分析表的结果就叫历年窃盗折线图哦，然后呢也画出一个图在这个位置的地方。那做法的话，第一个我需要有年这个栏位，好，有了哈，第一个 step 有了。第二的话呢，请你把它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这个时候呢，它会帮你把你的资料范围框起来，那理论上应该 OK 啦。比如这个前面是它的工作表哦，这个工作表是这个没错哦，然后后面的范围就是。A1 到 F 栏应该在这里哈，然后的3526，好像看起来应该没错，底下应该是3526，然后按确定就 OK 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那我要怎么统计？我刚刚已经产生年了嘛，所以请你把年这个栏位拖到列，然后也把年这个栏位拖到值。那因为年里面放的是文字啦，所以它这个地方显示会是计数，就是算帮你算几个，也就是说呢，如果哈，那个栏位里面呢。假设是104，那他帮你加一，然后再下一个100加1，反正一直加起来之后的话呢，哇，那通通帮你 total 抗着完之后呢，发现呢，104哈，有687件的窃盗案件，哦，然后105年的话呢，有比较少一点哦，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得到的结果，如果要画折线图的话。还需要再多做一件事情哦，所以刚刚哦，插入枢纽分析表，插入枢纽分，然后呢，把年哦，记得哦，拖拉到这个列的位置。那列的话，主要是让你，其实它列有点像移除重复啦，就是把那个重复部分移除掉，剩下来就是里面有的年，那里面有的年大概就是102到112啦，哦，其他没有就不会出现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再拖到这里做什么呢？如果它出现的是104、100，反正各年的话，它帮你加一啦，里面其实就 count 了，我帮你算它的总数，然后帮你加起来。OK，如果用 Excel 函数哈，其实里面有一个叫 conif 啦，其实类似差不多。OK，好，这个面应该是移除重复，所以如果你要手动做的话，也是可以，先移除重复，然后再 conif，也是办得到，只是我是觉得没有枢纽分析表这么便利。OK，好。
好了，那做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哈，我们还多做一件事，因为你说老师那102、103这就一比也怪怪的，这怎么可能101、103案件这么少哦？我觉得他应该是多放的。还有呢，底下有112年只有4件，哇，不过今年还没结束了，所以理论上哈，你说老师那我不要102、103，也不要112，我需要隐藏起来的话。啊，最后你可能多做一件事，就把隐藏怎么隐藏？很简单，在列标签这个地方哦，有一个箭头，点击之后的话，这边预设是全选，请你把102、103跟112呢打勾取消之后哦，你按确定之后呢，它就会把102、103跟112年的资料给隐藏掉了。OK， 这有点像筛选了哦，所以以后呢，假如哈、哦。你要显示的资料你就把它打勾，预设是打勾，但如果你不想显示的资料你就把它不打勾，这样的话、欸、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你想要呈现的，比如说我只是想要呈现那个什么类似像、科批这个8年、哦、应该是8年吧、哦、对，这8年的政绩、哦、到底成绩单是如何、这样会比较客观吧，哈，不然这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实际上发生的案件，而且像这种东西，如果假如有人报案哦，现在也没办法吃案吧 ，OK， 好，所以做完第一步了，好，那你想说老师，可是问题，毕竟数字哈，其实是已经很清楚了，有没有？你会发现哇，每一年越来越少哎，但是如果你看数字哈，倒也没有像看一个图像来的直觉啦。所以现在的话，很多地方哦都会希望呢，可以把数字哦图像化，让人家一目了然看，就一下就懂得哦，原来历年来的那个治安哦，其实数量呢应该是呈现上涨还是下滑的趋势，有没有？那所以呢，如果要呈现哦，让它比较能够直觉的话，理论上啊，第一个当然呢、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枢纽分析图了。OK， 所以哦，你可以看到哦。在那个上方的页面应该是枢纽分析表，这个枢纽分析表分析这个页面，如果你是切到别的地方，你给它切过来，然后找到这边有一个叫枢纽分析图，利用它去帮你画图、哦、所以也就是先有表就会有图。 OK、哦、这有点像鸡生蛋、哦、的关系啦，有没有？有鸡了蛋就可以有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要怎么把那个折线图给绘制出来？OK， 好，所以第一步哦，所以刚刚这应该蛮动作，只要你不要做错了哦，理论上应该蛮快的，但是常常同学都拉错地方，明明应该在列的下方，结果他把它放在筛选，得到这样，那不对，那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再把它往下拉，比如这个放错了，没关系，你可以再把它往下拉。OK， 那如果你拉错，没关系，你往上拉就删掉了，全部删掉 OK 吧？有没有？这样也 OK， 不用担心。其实我觉得哈、哦，枢纽分析表。真的太棒了，是太简单了吧，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讲，你如果写 Python 的话，你还要学会那个 Pandas 里面一堆的一些它的属性跟方法，你刚看完你真的头晕。但是 Excel 真的拖拉就 OK 了。好，目前来看哦，我还真的很难找到有个工具可以像枢纽分析表这么好用而且有直觉的工具。哦，这应该是我不知道其他 Office LibreOffice 有没有这么方便的、啊，但你就像这个用起来，没什么话讲哈、哦。啊，你说老师，那如果除了年之外，我还要去统计别的，你可以再把它拖拉到栏做交叉分析，有没有啊？如果你还要再多一个条件，你可以再把它放在筛选，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分析啦。OK 哈、哦，好，那、啊、先这样好了啊。接下来的话呢，隐藏记得哦，不要。做错地方就 OK 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哦、反正呢我是觉得以我的心得啦，大部分同学都是、哦找错地方，反正你只要不要做错，其实我觉得这工具真的还蛮好用的。好，接下来最后画图了，画图怎么画呢？一样枢纽分析图点开来之后的话，假设我希望画一个折线图，有没有？这点这那折线图的话，其实它有分好几种啦、哦、有没有？它有立体的，有平面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不要那么花俏，只是说我希望每一年、哦、有一个节点的话，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选这个折线图里面的有节点的，有没有一点一点，因为没有节点的话看不太明显、哦、那如果有节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哦、那个哪一年对应下来就是哪一个、哦、年份、啊、不过你如果没有年的话像这样、哦、
然后有年的话是这个，还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上面有没有一个点，有点跟没点，我觉得好像这个比较清楚了。OK 哦，你说老师那我不要，其实反正我是觉得越直觉越好，所以你们可以再想想看，有没有让你看起来更直觉的一种图像的方式，那就好吧。底下应该有，会不会？你们可以再找找看嘛，啊，甚至这个啊，这个立体，不过立体好像也没占到优势，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 OK 哈，还有资料表，简单又明确了哈。好，确定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把它放大一下，比如说放到 D2 这边位置，然后宽度大概差不多就到 M 栏吧哈，或者你要宽一点好了，然后列的话大概看15列左右好了哈。宽度的话大概就是这么宽，那最后的话呢，给它一个名称吧，上面的标题哦改一下，也许叫做什么“历年窃盗折线图”。啊，我刚刚已经预先把它先复制了哦，贴上来，或者你们自己打上去“历年窃盗折”啊，并且把这个上面的标题哦，记得点一下，再点框框设定它的字大小，字大小大概20好了，然后颜色也许红色字，然后粗体字，这样 OK。那最后的话呢，把旁边这个叫图例，哦，这个图例，因为这个图例有点多出来，那怎么把它删掉？很简单，点它一下，然后按 delete 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呢，让这个图啊看起来就会，非常，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就还蛮清楚的。那我刚刚讲过了啊，他从上任第一年到第二年，可能还不太懂得如何去改善治安，所以好像改善的幅度没那么大。可是第二年已经上手了，发现呢改善的幅度越来越大，但是慢慢的一直下滑，到了他最后一年了，可能已经想说要卸任了哈，所以心思可能也没有完全放在那上面吧哈，所以慢慢的你会又呈现平滑的状态，那其实蛮关心的，会不会是新市长上任之后会不会这个治安状况会不会？未来你也可以再接，所以两任哦，把它一比较之下哦，没有比较就没伤害嘛，一比较就会马上又会有一个呈现出来了。但这个我并不是说我自己主观的认定哦，这个是实际上发生的数据啊。OK 哈，所以做完之后啊，最后其实我们刚刚的资料就在右边这边，左边它会多出一个工作表，那一样把这个工作表把它改名称好，点两下，改成历年。窃盗折线图，啊，那这样就 OK 了。所以第一个哦，我们这个原始资料在右边嘛，哦，那左边就会多一个历年窃盗折线图，就可以切来切去了。OK，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不好？先把那个历年窃盗折线图的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完成，OK，试试看哦。